focus 真的。哦，六轨，就像哦，这刹车怎样？六轨就是刹车，如果失灵，从那边冲上去，就等到冲上去中央圆会弹下来，对不对？然后马上把刹车拉起来。野马，哇！哇！哇！我靠！各种款，各种款。晕车长，开在这里。来，出来，有了，中准，有准，哦，他终于出来了，几分？耶，干屁呀，哪有准？差几分？哈，几分不重要，有出来就好了。我回去可以减速时，是啊。哇，看一下那个。哇塞，感动啊！Hello， 太阳，2017年我来了，好冷啊！耶！新年快乐！我好想我相信你的五分钟，好险我还没有收工。我瞧到这个位置有好，刚好在正前方。哦，我们真的是因祸得福哎、啊！我们要不是卡住的话，我们已经在上面了。对啊。真的，我们要不是卡住的，车坏掉不行的。所以你们那时候原本是可以再跟上去，可以再跟上去啊。传动太热在冒烟，是真的。而且它冒了还蛮久，大概有半个小时吧。我没有发现，人家跟我说，车冒烟了。但是后面还有一些死没良心的机车骑士也不来讲一下。那觉得有报应啊！我跟你讲，以后车坏掉没人帮他们修。其实太冷了，有没有鼻子会怪怪的？对、啊，鼻子会太。看那视觉有问题吗？可是如果你在冒烟的话，大部分都会看到。基本上传动冒烟其实还是可以骑、啊，还是可以骑啊，只是那个离合器比较烧。对，就是回去之后要换一组离合器。对啊，会变成七彩色。嗯，看一次。所以人，你现在回去还要换离合器吗？应该是不用了，检查一下，回去再拆下来看就好了。这样意思说钱包也要够，对不对？我家里还有一组备用的，没关系。他什么都有备用的，他连女朋友都有备用的。我没有告诉你吧？够亮，真的是够亮。被太阳照的，这个护目镜都挡不了了。一切照的不要不要的。那你这个就要戴上。好冷啊！哦，真的很亮。不录了吗？他停止了，他没录了。啊，走吧。因为你太阳太刺眼之后，你会造成那个一片白白的景象。哦，对啊。所以你再怎么压它的那个曝光有没有？还没有用。对啊，那你大部分省电嘛，对不对？电省起来。好，走。现在不是走不走的问题，是出不出得去的问题。收工，收工，感谢各位。